今天为大家介绍是台湾女明星的化妆眼镜史，史上的前期的活化石。今天有来康熙吗？我想应该是有的。好像分别代表年代是以10年10年为差距。对，所以在我这边是前辈们嘛，是前辈。好，欢迎三位前辈们，你们。三位前辈今天非常的慷慨的，就是他们目前是以最淡的妆出现了，是。所以等一下，彩华姐那个叫最淡的妆，没有，就只有口红而已，其他都没有。李彩华刚刚在后台就一直。没，他在你们对话的时候，我说不是不准化妆。他们三位哦，就是有坚持了一个他们的底线，不可放弃的。彩华坚持的是口红，一定要有口红。然后包翠英坚持的是刘海。刘海，不化妆多美丽啊！你现在应该有化底妆吧？有，我擦了 BB cream， 是，我擦了一个。酸。碰碰姐是眼线，眼睛跟眼睛，对，擦了口红吧。有啊，没有，这个身体健康，所以这个对，气血很好，气血。我没有想到你这样比较有现代感。我觉得你红口红的画法要改进哦，是你画的太整齐了啊，你应该要描唇形描的太整齐，应该用手指这样把它推的有点晕开，会变形的。试试看，晕开。你是在整他吗？没有，是真的。他现在把整个嘴巴往外晕了。吃到辣椒，你说的跟你的九九一样呢，跟你的九九不用那么晕，是有一点点晕，微晕，小晕。我现在是大晕，你现在打完分啊！等一下，就让妹妹们就尽快帮他们上了妆，可是上了妆也不能够使他们感觉到安全，因为他们要背上的妆是妹妹们现在流行的妆，对，可能很淡或什么。各位姐姐今天带来是一些古董级的化妆品啊，让你们。见识一下，有些我都不知道市面还在生产呢。那个箱子我觉得很惊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箱子呢，是我在差不多快40年前。你们现在都不用这个了？不用，我都没看过。我去香港买的。对，凤凰上车的时候都要拎着吗？哦，以前。那怎么赶场的话？哦，赶场以前是这样，后来太重了，我不拿了。现在都没拿的，现在是变成那个古董了。这个里面的哈是这样，哇塞，古董啊，有点可怕。不可怕啦，告诉你哈，光是这个化妆，凤凰姐过期了吗？这些东西，我是扫出去。我好久没有看到粉，粉条什么？这是粉条哎。这个粉条是在黑白电视的时候。Oh my god！ 哇，粉条有到现在，起码50年前了。我一买啊，就买好几打。哦，现在还剩的这个，你看用到这个样子还可以用。那时候有大的节目，我一定会用这个来画。像过年过节，我就用这个画。这个很珍贵啊，这个涂到你们脸上，你们就要感觉到与有荣焉呢。这个在好莱坞才有的，在好莱坞。买回来好莱坞，美国的好莱坞，好莱坞汽车旅馆，伊丽莎白泰勒，哇，真的露露不稀是的。泡沫姐，你听我用这个，你刚刚不是说它过期了吗？所以你今天还要用它吗？用它画别人有什么关系？对，我舍不得给你们用，我留着自己用。好，谢谢。现代版的，现代版的，你们到底用不用现代版的粉条？我没在用，到底是干嘛？现代版的，现在这个也是从那个好莱坞买回来的，同一套吗？你看这个还有白的，白的，打哪里？打白的，打鼻翼，鼻翼，修容的，哦，修容的有。你们另外两位也都用过粉的，修容。对，就修容就是修旁边的嘛，哈。你如果腮帮太大的，对。然后打鼻影就是那个铁丝玉玲珑，铁丝玉玲珑碰骨的啊，对，铁丝玉玲珑的，北京角的铁丝玉玲珑，他们比较近期的嘛，这太黑了吧？等一下画成黑了。模仿了 Brown James 的时候，我跟你讲啊，好累哦。白色那条在哪里呢？啊，这条，我们就白色的。你看我们哈，这个有分很多种，你看它没了，你都已经擦了，有了，你看都擦的剩下一点点，生锈了，那到底要用在哪里？你看什么？你看两种粉条啊，粉条，这个是打这边的，这个是打鼻梁的，就是打这样鼻子，其实一条这个好了，就是打鼻子。这样要干嘛？这样有没有？对的啦，这个样子这样的，这样有漂亮吗？不
没有猫画猫，就魔力在冲啥？冲！那不要！已经洁癖了。真的有人这样出门？我跟你讲，剩下这么一点点，我都舍不得丢了，我还是要补回来。我也要，我鼻子要，我打鼻影。有味道吗？有一点点，哇，你这样鼻子好高吧？霉味，怎么有点霉味？有点发霉啊！为什么有薄荷的味道？有了，有了。有吗？有薄荷的味道？谁高嘞？今天鼻子高不高？没啦，没啦，你看起来不错啊。这个真的是从美国买回来的，真的好莱坞买回来的。等一下，三位姐姐呢会用他们的化妆品以及他们的审美来帮三位妹妹画，因为他们好像有点觉得妹妹们现在的妆有点太无聊。因为碰碰姐，你说你很受不了现在年轻人的妆太淡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太淡也不太好看。自然啊，对啊，自然妆。不是，有的人哈，像那个刚刚起来一样哈，早上起来没有化妆那个样子，没精神。现在就是流行裸妆，像小 S 姐这样啊，韩国她有超漂亮，她红的，她的那个腮红并不柔啊，也是有一点呐，有肉。那她要怎么修？原来你有画腮红啊？有吗？我有。你为什么一直骗我？你没有上妆啊？因为我想要把它画的是好像是天生是气色好，就白里透红。殊不知你这个老江湖看出来了。厉害，碰碰姐厉害。妹妹这边，我觉得其实杜妍变得比平常漂亮。真的吗？我刚才几乎认不出你是谁耶。真的哦，因为你真的以前来的妆我都觉得不对耶。对，因为我上次来，因为我喜欢画那种垂眼。听说你觉得当 S 不认同你的妆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想的是说长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想说那个韩国现在不是很流行那种垂眼？你刚竟然敢说对，可能我拉太长。你觉得我是长辈吗？没有，刚刚说你是长辈，没有。说对哦，就会觉得就像我妈妈也会说，我干嘛把她的椅子搬到外面？演 S 说不懂你的妆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在想说长辈都不懂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出来真的，他们都会觉得不要拖我们下水，我们觉得是垂眼非常好看。所以你那个妆，我也懂垂眼妆，问题是你画的太艳丽了。我也懂垂眼妆，好不好？就是往下垂，谁会不懂？他长得不是年轻的样子，对。很媚，她很成熟，很成熟，而且她如果化上一点妆，就会觉得很妖艳。对，她不是年轻的模样。王乔欣，你看起来很憔悴，真的假的？我你脸上有病容。哎呦，哎，我今天是我上次来这边卸妆，结果都要说那个荧幕非常的漂亮，所以我就整个就骗人的，比较蜡黄，蜡黄有多蜡黄？看，哎，看这个模特拍我们好可怕哦 ，HD 啊，金发龙 HD。然后，所以黄超欣等一下也要先帮你上妆，要麻烦请立刻帮我卸妆，马上。然后甜甜我看看，我化妆甜甜不错，甜甜就是化好妆来的，她化好妆了，她化好妆了，我就是不化跟化是长一样。放屁，画了眉毛还有口红，眉毛卸掉，眉毛是因为我看杜妍刷了，我就是杜妍也卸掉，我都没画，我眼睛是天生。杜妍有画眉毛，我老眉毛太黑了。把眼线发色，很不老实。隐形眼线，我们把绳子拿来，好。因为姐姐的手腕上会套上一个。哦，好紧张哦。来喽，嘿。好，选我就对了。从哪边抽？我比较有时尚感，我不骗你。对对对，要化妆。来，好，杜妍，你第一个抽吧。来，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。碰姐，我很羡慕你，好棒。因为我们是最。好好。年纪最小的妹妹碰上了年纪最大的姐姐吗？哦，黄乔欣打结了吗？乔欣呢？随便一个，你抽这个好。啊，你抽，哎，拉拉拉拉拉吧，拉吧，拉吧，拉吧。啊，我拉拉拉拉拉。好，是包姐，黄乔欣对上包翠英，所以甜甜你遇上了彩华了哈。对，我们是好姐妹，你放心交给我就对了。我是谁？我是台湾滨崎步哎。OK， 你喜欢日系的，我就把您画成滨崎步一样。台湾滨崎步是你自称的，网友公认的。所以我们让包翠英跟黄乔欣这一组先来先画哈。好，那黄乔欣你要先画包翠英哦。你先画我，好。我们好。姐姐不太会帮人家化妆怎么办？黄乔欣，你现在面对这位是经历过各种妆的人，拉开吗？你第一步骤要干什么？先帮她画眉毛，但其他眉毛好像都被遮住了。来，好了哈，又等一下。
所以你有一个目标吗？你要画出什么感觉？我要画出现在比较就是韩系一点，眉毛要比较粗一点点。OK。对，因为现在流行粗眉，然后我觉得包姐的眉毛好像。我觉得你下手很重哎。不会，我待会帮你铺开。他现在眉毛已经跑出一个。妹妹，我刘海待会会变成飞车啊。对，没办法。他现在眉毛已经跑出一个形状，真的吗？已经有一点三角形的那个尖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看另外一边眉毛才知道。没事没事，你感觉还蛮有精神，看错不错。好，我帮你把它露的美一点。准备等等。黄少欣，你以前在学校是美容科系，没错，所以我还蛮有自信。然后你说你考试怎么样了？就是考试美容的时候没过啊，哪一个都没过，好不用换了，都没过，他都没过。没有，因为美容的像那个，可是刘海遮住。哎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包春英觉得怎么样 ？OK 啦，吓死人了！这是眉毛吗？不是，是。好丑哦！好丑哦！没有关系，你用好了，遮住看不到。黄乔欣帮包春英化妆，当场化身插画人物美美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帮她那个眼头加亮，这也是韩国最流行的打亮。效果是怎样？对，加在因为的那光光，这很像那个插画叫美美。因为我知道美美是谁，我生气了。我在帮他那个眼头加亮，这也是韩国最流行的打亮，对，打亮这样眼睛效果是怎样？假眼袋，假的水汪汪，泪袋汪汪，然后眼睛往上看。到目前为止的妆，他就已经可以上节目了吧？这样就可以了呗，这样就已经可以上节目了。这天哪，但是没有妆，没有这个，如果在舞台的话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这个电视看不到，镜头看不到，拍戏都拍戏 OK， 但它不好粘，是不是？对。呦，等一下，贴在眼皮上，对，贴在眼皮上，然后再用，再补满，再补满，所以你等下还要补满，是不是？你要画上，我刚才已经画还蛮多了，所以应该是可以不用补了。OK， 侧面蛮漂亮的吧？你看，甜甜说话，你的眼睛蛮漂亮。哦哦，有吗？有有有神哦，有啦有啦，我看，有有啦，是是不是你要的效果？他说是对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中间是不是有间隔？间隔太大，没有没有间隔，我大家给他等一下再补眼线。我怎么觉得有一个扇子在我的双眼皮上面？这很像那个一个插画叫美美的。哦，我知道美美，美美，他如果知道美美谁，就好生气啊！哎，真的，人家真的，要是美美的照片，见不到，你等下，一个很有风格，先找一个很有风格的漫画，对，还没画好美美照片，他的照片吗？他真的跟包姐很像，还没画好，你们发现？你不讲的时候，我还没有发现，真的像，真的像。靠近你这边的这只眼睛，眼尾是分叉的吗？嗯，这样子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胜利，还没修，还要修，是哦。你不要害我笑，没事，你不要歪掉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是看不到的，是看不到的。我们这种妆就是否，你知道？否什么？否万。做节目看不清楚。佛夜店，佛夜店。我看，否那个停电的时候。哎，很美，你不要不相信我，你。我不相信。不要先把分叉那边要不要处理一下？要要，我真要处理了。真的真的，就跟你在家里画自己的时候会分叉吗？不会呢。所以为什么画它会？哎呦，好痛啊！他插的好用力，好痛啊！对不起。其实化妆师啊，如果一般的就是很专业的化妆师，如果他要画别那个，比方画我们，有时候他们也会很紧张，就是不知道我们的喜好在哪里，对我们的感觉要怎么样用，也会有压力。秀场的时候那个。那么花俏的灯光底下，其实妆怎么样应该无所谓吧？其实无所谓，只要有颜色就好，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小秀而已啊。你只要穿得性感，重点也不在这个脸。那其实虽然我五官长得很漂亮，但是就是身材更重要，在那个年代，美耶你，这么我听都是在自夸。然后腮红了，我腮红了，不会太多，不会太多，你放心。这个粉嫩的颜色其实很年轻，可爱吧？很年轻。然后鼻子上有一点哦，因为我都会加一点。鼻子也加一点，有点害羞的感觉，像晒太阳。王菲开始流行。天哪，太美了，我的妈呀！再给你个口红哈，给你千颂伊。哎呦，哎，那很时尚。有哎，有新样子出来哎，好时尚哦。有有有，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好像美美，我还不错耶。黄乔欣，你不错哎，还不错哦，你的羽毛笔不错啊，就说我会吧。我这样远看
不错，我不想要近看。近看 OK， 近看也 OK。好好好，等一下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像美美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红色的。建如把美美照片调给我看一下。你，我觉得你收工在看。对呀，现在有看吗？确定吗？我给你擦擦口红，擦口红。口红的颜色要怎么配？千送一的颜色。千送一的，好像没擦，其实有擦。对，人人擦，人人好看，就是这支。OK。哎，那我看怎么帮别人擦。Okay， 他这个口红擦上去好像海绵在压哎，嗯，我觉得的确跟你以前来的时候的妆不一样，真的吗？真的好看吗？真的年轻啊，哎呦，粉底点一点唇蜜，天哪，你看你看很多水嫩。我觉得这样子当美妆学校的校长会更有那个说服力。我的妈呀，天哪，你超这个大概年轻20岁哦。我聘请你到我的班去教化妆，你超棒，你自己看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美。那我们让包翠英就拿出模特的风范走一下，超正的，我的妈，好成功哦你，真的吗？会画吗？真的吗？来，请你走一下台，成功哎，你是今天最幸运的。校长，好看吗？很好看，就很像美美啊。谢谢。黄超新，黄超新，包姐，你要走什么路线？嗯，她，我在看，我刚刚研究她好不好画。包姐很时尚哦，她是用最新的那种眼影盘。包姐用的这个是颜色是还蛮新的颜色，是日本还蛮红的一个品牌。你年轻扎什么？他紧张，扎一些，扎吧扎吧眼。哎呀，我没懂，你一直抖，我怎么画？好，不懂不懂不懂，拜托的。这个颜色你说够现代，对，只是怕手法。他的手法是不是非常的劣拙？是拙劣，拙劣。他下手很重哈，对啊，而且重。啊，你没有渐层颜色推上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急，大家不要吵，还没好。他是在涂很大一块。没有，以前化妆的方式都是先把轮廓先找出来，哦，然后再去做渐层，对。哦。哇，他先画了眼凹哎，对，先把眼凹整个先打开，闭上了眼睛，也很有趣啊，这让我回想到京剧的时代。哎呀，你不要动嘛，说的京剧，这真的很手很重哎，对对，一定要先把眼凹找出来，然后才能上色。可是现在妆已经完成了，来闭着，有一种摇滚的感觉啊，用到摇滚，你蛮 rock 的，烟熏妆感觉。哎，你是画太高了，包姐，不要动。我觉得你画到眉毛，还有他的小腮，画的都很紧张。对啊，你不能干涉化妆。他眉骨那边要涂白啊。刚刚他都没有干涉你。对啊，而且 Kevin 老师说这是欧美的，我相信包姐。不要动。他说这一盒是很现在很流行的颜色。有啊，那盒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它的那个颜色的分配是如何。你相信他是 model， 你就是渐渐变成一张黑白照片啊啊！看起来很适合去夜生活的样子。对，这是夜店妆。哎，其实还不错哎。我看，很好看啊。对啊，其实也不感觉你们两个人没有，我们没有恶意。来，远距离拍起来。看上面，我觉得有时候画得太完整反而不好，不时髦。你这去试镜应该很容易被选中。对，什么样的角色？对，就是万圣节的吸毒犯。吸毒。万圣节的时候他已经中选。吸毒犯。我的气色已经很不好了。我们不，他帮你，他帮你。其实这个妆真的在以前在秀场，真的很多模特一定会画。嗯，不用那么以前，没关系。现在在干嘛？现在是画眼线。眼线液，眼线液。可是他的眼线液也是现在年轻人的牌子。是最新的。对。你在干嘛？没有找糖果吗？不是，我想说你们就慢慢聊，我再找，我再整理一下该怎么样跟甜甜好好的互动一下。对，你们再稍微整理一下。你们画歪了。怎么好好的对你下手？看中间，看中间，有晕到睫毛上了，晕到睫毛上了。哦，当然讲究哎，眼线晕，通常无所谓，对啊，看中间没差，看中间，看中间。不是我怕他眼睛，你眉毛一直在颤抖哎。你不要抖，不要抖。黄超新，你为什么一直在抖？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不安，真要哭了。放心，放心。闭着，放轻松。很担心，因为这个真的很夜店妆。黄超新画别人的时候手在抖，被别人画的时候脸在抖。对啊。而且你是内妆，你知道不好画，对不对？你只要多拍几张自拍。他内妆很难画。对。我画的很细，张开就不见了。就会不见。然后他自己把它阴到上面去了。哦，我画的。我这样拉一下双眼皮就出来了。别动，别动。其实不差哎，真的。那他可能要。别动，不要动啊。
啊？我现在不知道他在追求的是什么，哎，他为什么在同一个部位一直做重复的事情啊？你可以换一个部位了吗？这感觉好像看猛甲，哎，不是，我觉得他可以代言阴丝露，哎，来，我看看哪只。他想把眼尾把眼尾勾勒吧。不，没关系啦，不用勉强掉他，我的眼睛。所以现在是走埃及艳后的路。沙拉，我看一下，来站起来。不要腮红口红了，先这样子，先让他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，我看一下，来，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没有那么可怕，好像其实不错，哎，睫毛没戴哎，放心放心，你先看，你先看，别怕，不可怕，面对他，很像早期的 Kate Moss， 对 ，Kate Moss， 不可怕。等一下，借我一下，你不要哭，你镇定一点，你镇定一点，有这么借我一下，哇，太戏剧化了，怎么了？王乔西，你不要哭，因为刚才还蛮酷的。他哭了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很好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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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！我知道你的，吓死我了你！哟，我知道你的氛围了。对啊，你要骄傲的样子。好骄傲，就是颓废啊。有有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看都变都，我看出来你的意思了，我看出来，我刚才有点老师。这样吗？外国模特，但还没有擦口红，只有擦口红，这样很好看，挑衅感，挑衅感。头发乱弄一下，红唇应该乱弄一下。好，我感觉出来了，包酒看。王嘉颖走台步，对啊，你要走台步，精神的，不要笑哦，要好不好看？要不高兴的那种。我不会帮人家化妆，我化妆应该不错。来，出发了，来。耶，其实蛮正的，哎呀，好看了，蛮正的，蛮正的。其实你要不要给他涂红口红？我觉得可以拍杂志。不用，可以吗？口红多了，他现在已经够颓废了。很好看啊。对。对啊。耶，成功！觉得两位都成功。不过他刚刚睫毛啊，这个没戴睫毛。我觉得包姐帮你画的还反而比较现代感。就是。我觉得比较。而且已经很精彩了。你就讲话就很实在，非常比较时尚。非常。对。好，两位请回位置哈。好。碰碰眼妆像条鱼，王彩华狂笑不已。他擦上颜色就好看，好像某种鱼，对，好像鱼，好像某种鱼，好像鱼的形状，很好笑啊。可是，像人这样子，而且你的眼睛啊，不容易哦。两组一起下手，一盒眼影就把它画好了。那个两组一起来哈，可以。我们要先让美眉画姐姐们哈，漂亮。所以呢，你们两个人就过来画这两位。杜爷，你画那个是会不会太垂了一点？因为我要画两条，就是两。我可以看镜子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就不用戴假睫毛了。不行不行。你那个位置是对的吗，杜爷？啊，看外套啊哈。没有，这样就不用假睫毛了。好，随便你，随便。好，来来。杜爷加油。反正他的想法啦。反正碰碰姐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。对啊。所以甜甜，你在帮彩华走什么路线？天哪，他是会变成那个 Lina， 嗯 ，Vivi 杂志的第二个。对吗？啊，没有没有，很可爱。他把我放。啊，你把我画的怎样？不过那个 Kevin 老师，他把他画这个，以前埃及艳后有画两条眼线，对不对？会有两条眼线，其实很可爱啊，很可爱啊。碰碰姐姐，我看镜子给我，你看他画的，先等一下吧。看小 S， 小 S 叫你，怎样？笑的不好意思，拿着我牙上去。可爱，开始了，真的吗？两边干快的，很有图腾的感觉。Oh my god！ 杂志风，你是不是跟蓝宇的战士那个致敬？蓝宇哦，跑到蓝宇去了，完蛋了，好难哦。杜岩还蛮大胆的，他简直像艺术家一样。这样很可爱，这样眼睛，我想一下。嗯，你还要想啊？有，看着 OK。口红啊？啊，口红，这么快就口红了，眼睛就这样。啊，眼睛就这样，只画了三分之二了。妹妹，你还好没有抽到我耶。碰碰姐，你现在只要微调翻脸，所以杜爷已经好了吗？好，而且很棒啊！碰碰姐最讨厌脸上没有颜色，对，她喜欢眼影，怎样？很可怜，她喜欢绿色。你保重，阿威，好，来，你不给她眼影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再加一点，没有关系，照你的意思啊，杜爷照你的意思啊，今天是你在当化妆师，照你的意思。可是等一下碰碰画，你会照她的意思。我马上换，来来来来来来。
甜甜把彩华转过来，我看一下。嗯，没有怎么样，还好，很好。OK， 正常。OK 啊，只是他们叫你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你的。我以前夹睫毛，然后啊，那口红颜色好看，我就整个睫毛。好看啊，这个手法我不懂。对，他这个眼线很大胆啊。不过的确能够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没有，因为胖胖姐已经有演一点点内眼线，所以我想说这样比较明显。其实我帮他画的，我觉得这样子很有型啊。刚画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时尚的一个，对不对哈？对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嗯，好时尚，很适合拍一些很酷的杂志，对，地下杂志。问题是在于黄朝京好像太爱笑，对啊，对啊，你应该臭脸，要很冷，对，放空。哎，这个是选好吗？就是我们问你问题，你要说干你屁事。好，黄朝京最近有交男朋友？干你屁事啊！这很好，少搞笑啊！冷。黄嘉欣，你生过孩子吗？干屁事啊！讲的黄嘉欣不行，他还是太多了。对，太多了。所以你演给他看一下。对对对。小 S， 你最近婚姻状况怎么样？可以驾驭这个状况。你们的父母就变种了，看到了吗？怎么跟他是玩笑呢？玩笑吗？吓死我了！我也错了啦。没事。甜甜，你让开，我看一下彩华的脸，有在对吗？为什么看起来一直都跟一样啊？怎么有点僵尸的感觉？为什么开始气色不好啊？哎呀，还没啊！哎，我还没。姐姐，你化妆有点脏哎。我就是走脏的路线的。你干嘛？他本来不脏哎，没有干净哎。你现在找到真实的自己了。他现在有点这么脏哦。他现在有点像苍蝇什么的之类的。苍蝇很好吃哎，就是沾到什么脏东西，他擦上颜色就好看了。擦上颜色好像某种鱼哦。茉莉呀。对呀。不是茉莉。好像某种鱼，好像鱼的形状。你先帮你画太好意思了，哎，搭配的某种鱼。妹妹，你是帮他画鱼尾纹吗？没有，那是他画的腮红。我不太懂哎，那个口红跟眼影的颜色对吗？我觉得很美，热带雨林，热带雨林。没关系，随便你怎么画。哎，我的睫毛要浓密一点哦，虽然我眼睛大，但是很浓密，是很浓密，超浓密的吗？我跟你讲，这很好笑啊，一般年轻妹都很好笑啊。可是。像神一样，你怎么解？你的眼睛呢？我不容易哦，不容易。我就叫你不要来了。他好像熬夜好几天的那个林美美哦。真的吗？我不懂，我不懂。他好像熬夜好几天那种。绿眼影可以画这么绿吗？啊，我刚刚给那个绿眼影是年轻人的绿吗？对，而且小 S 笑的绿。就是那么绿，日本妈的小 S 笑到我肚子里头在一直抽搐的，真的那么丑是不是？给我的话，没有，就是很热带鱼啊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。是杂志的妆啊，这是杂志哪一家杂志？杂志那种介绍那种潜水杂志吗？不好意思，你那个睫毛，上睫毛跟下睫毛连在一起，你这将就一点，我要改。你已经贴上假睫毛了吗？贴上了，有感觉吗？有，然后你还要做什么？顾妍，我还要进阶他的眼线。他眼线还可以再干嘛吗？可以，你看这样看到吗？哇！吓死我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艺术，他把画三立红的，为什么这么高？好看的，他慢点看镜头。帮你那三粒画得更大了。我那天去杂志会这样画一些图腾的，在脸上这样很可爱。对，我差不多了。要看镜头。我觉得这样完成了吗？你看这样很有风格。啊！不可以！好难懂哦。深的三条，很深的三条。Kevin 问题好像是，我哪有开玩笑画三条？为什么我用肉眼看不觉得这边这么白？怎么镜头拍起来这边很好看嘞？我可以看镜子了哈。小心，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，我要拿我漂亮的镜子。好好看，哎呦，布灵布灵的，这边也是好莱坞买的，哎呦，不是自己粘的，很可爱。你吼是真喜哦。加花！哎呦喂！哇，
很像那种孔雀，我觉得很像木雕。孔雀啊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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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好像山洞嘞，好像山洞嘞。哎，不，有那关木雕，就公好好笑。碰碰啊，要走台步哦。哦，要走台步哦。对对对，要拿出巨星的架势来。OK。啊，杜妍，你坐在椅子上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的也完成了，让碰碰帮你画。好，碰碰姐记得报仇。要，是可爱的，超可爱。你画完了吗？我完成了。不要闹啊，姐姐。小青年自信心破表，王彩华当场变成恐怖娃娃。碰碰，你镜子借一下王彩华。我很漂亮，姐姐酒喝多了，好像王菲哦。王菲。我跟你讲，你这视野这样难找。我跟你讲，你出道到现在，现在最漂亮的时候，有人说过你像王菲吗？现在第一个，好漂亮哦！我有被瞪过，我才应该去开课。很像安娜贝尔。康熙来啦！你画完了吗？画完了，完成了。不要。王菲的妆吗？是吗？碰碰，你镜子借一下王彩华。镜子借我看看，很漂亮。姐姐酒喝多了，好像王菲哦。王菲的。我是她的几瓶。你们揪嘴啊？为什么那个粉嫩的腮红这样会不会太多啊？可是现在多了，像现在的那日本妹妹就会画很红，然后鼻子这里也要打。鼻子会不会太红了一点啊？那我都不要。王彩华，王彩华，要走台步了，来。你走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四眼，你这样难走。我跟你讲，你出道到现在，现在最漂亮的时候，有人说过你像王菲吗？现在第一个，王菲。哪里的王菲？那是我的偶像，你敢不敢？好漂亮哦。哎，我有被瞪过，我才应该去开课。很像安娜贝尔耶。哎呦，真的。走一下，来走一下。安娜贝尔有像，很漂亮。很可怕，什么丢都丢不掉。加油哦，要摆，要符合这个妆的。我觉得最后腮红真的杀伤力很大哎，这个还可以嘛，最后来个腮红，我觉得很适合万圣节做成公仔，就是有一种彩花，彩花去画甜甜吧，好好好，你再去，我看你画得很好哎，我跟你讲，我要把它塑造成我们以前那个年代最红的吹鸡，哇，太帅了，请请，吹鸡很厉害，要我们吹鸡，一定要看一下，期待。期待对不对？你看我这个调色盘拿出来，你们就吓到。调色盘好专业哦。好。哇哇！什么颜色？哎，你这些颜色都很可怕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化妆是有一些很诡异的颜色。啊！这立马结。新来的。立马好卖掉。iPhone 六。这一点的歪底。iPhone 六不能做。这一点。这个歪底。好专业哦。所以碰碰，你要帮杜妍走的路线是少女吗？画好了你就知道。我卖个关子。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要走去哪。我知道。你是抱着愤怒的心情在画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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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晕到太阳穴了。两皮。哇，很大胆的颜色，很重哎。甜甜不要，甜甜要皱眉头啊。甜甜那个眉毛是纹的吧？眉毛可能是。对，是吧？而且啊。我不用眼影棒，哇，那不好擦、啊，用手，我跟手指头都可以用哦，真的太厉害。用手指擦这件事情，对，你用好高哦。在以前化妆的方式都会用手把它晕开颜色。我是不是也是蓝色？
对，你是绿色，很漂亮。哎，可是你的比较好看呢。对，真的吗？它是比较艳丽，还没有完全。是土耳其蓝那种。对，这土耳其蓝的颜色。为什么杜岩的这边比较好看？因为凤凤姐是用那个海绵棒去压，所以颜色比较饱和。哦，对。可是彩华那边好像是在乱搞，没有没有乱搞，你对不起，没有没有，而且在我是很认真哦，我以前都是这样哦，你以前都这样，对，真的，还拉到鼻子那边啊，哇哦，哎，甜甜你现在长，哇，这个合理吗？你现在合理我吗？这个好像有点不合理，甜甜你现在眼睑被擦上了很，要修啊，啊 ，miss miss 掉 miss 掉，就这样，下手太重了。以前都有流行这样，我就说面积大就会一直对呀，因为你的脸真的有一点大哎，你们你们尿不准怪马桶歪，是啊，我觉得好像可以在那边放相机，又怎么了？等一下不要动，可是这个走在走在路上是对的吗？土耳其蓝路上不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在摄影棚才会做这种事啊。哦，那好。好帅！亮粉，亮粉出来了吗？成功了，对，亮粉，而且是金色的，金色，没看到这种亮粉哦。好莱坞的，好莱坞等级的，真的，这很好看呢。哦，腰好酸哦，我这边，我觉得那边不妙哎。不会不妙，虽然还没有完成。我觉得他好像画眼线哈，星际大战里面的来的一些反派人物。我不知道你人这么大哎。以前应该不会，怎么今天看？你会觉得好他浪费你很多化妆品哎。对呀、啊，不是画这么久还画不好。对，这个哈，因为面积越大越出错。这个也很久。这个眼影哈，这个眼线液啊，是我用到哈几十年来，我都是坚持用这个，全世界最好用的这是这一支。这是已经过期了吗？啊，已经过期了吗？没有过期，新买的，日本的。OK， 所以他都一直都没有断货，没有，一直有在卖。对对对，但是不好买。剪睫毛的头，对对对，你腮红啊那，我帮你剪，剪到那位，丢啊，所以 Kevin 你说那个眼线，你戴的不赶快，你不要，类似像可能在三线城市，哎呦，古老的，对，姐这招厉害，这个我有画过耶，这招厉害咯，什么东西？新人的时候画那个下假睫毛，下眼线，下面画假睫毛。下眼线画出睫毛来，对，这样这样这样。下睫毛，甜甜你变得好生活化哦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很自然的你，你不是感觉没有明星味？以前都把自己搞成这样。你很像要去同学会，我去同学会，想振作起来，让同学知道你过得还不错。对不起，拿到签名笔了，不好意思。喂喂，好，免费。这个是眼线笔，洗不掉，洗不掉怎么办？你先用签名笔吧。直接签你的名字在上面。不是，因为我出门的时候，很多人哦，都彩华姐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签名？所以我会随身携带。因为他有时候拿圆珠笔，我就自己会随身那个签名笔。这是我的职业道德，跟对那个观众啊，签名上河图房。观众的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剪到我的。哇，我觉得现在好像可以把甜甜烧掉哎。你烧了吗？不会啦。王彩华，你就是你有领巾吗？你像在画地图一样哎。没有，你有搞到个地图嘞喂。无，还是中华的，中华的。我好烦了。他们两个一组，搞得我吃力的。好，他们两个一组，好好搭。彩华姐这样好像喝醉酒在帮人家乱画。对啊，喝醉酒在。你平常都没沾，你就给人撸，你根本就没有沾东西。八九分。这个我擦了那么久，刷了那么久，那你就稍微。有粉呢，不用刷太多。甜甜的脸变得比原来更扁平哎，对，更扁平，什么扁平还没修好，好可怕。因为我觉得甜甜我们两个都没有修容哎，哦，因为我遮起来。对呀，你们两个脸型本来就比较立体。他的脸很窄，很长。甜甜现在更像是那个人妖秀吧？哪有？我觉得他配色很好看。对呀，很有眼光。我的那个男生漂亮，你好像刘真老师哦。小甜甜画上僵尸妆，自己看了也吓到。小孩子，你刚刚讲对了，哎，我可以偷看，赶快走喽，快点啦！这是洪金宝的那个鬼打鬼的电影系列吧？以前的僵尸片会出现的妆。好了，姐姐来吧，头发要不要整理一下？谢谢，真的，谢谢。哎，还有红包呢，好去哦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 ，Q B， 我的那个有没有在那个袋袋里面？啊，
这个都是蓝色眼影嘛，用小 S， 你刚刚讲对了。哎，不可以偷看，不可以偷看，还没有，还美，还美，还美。哦，红太红了啊！就很像他刚刚讲的，可以拿去那个，赶快说，说快点啦。你那里真的，小甜甜，这样慢慢转，好可怕。黄彩华真的在报仇哎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很认真哈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这样才可爱。对，就是这种。你以前太过于这是洪金宝的那个鬼打鬼的电影系列吧？以前僵尸片会出现的妆啊！我的那个妆就是不要脸的，是可爱的。谢谢，我喝啊，我喝啊。你好了，好啊。你先来吧。头发要不要整理一下？他的眼光还要拿出名模的。今天我觉得你应该拉着彩花两个人并肩走。卡哇伊呢？其实眼睛很漂亮。两姐妹一起去上去街上玩哈。你说一起烧什么？我可以穿回去。一二三，来出发吧。甜甜，你的脸为什么要用颜料都涂很大片呢？等一下，你们随便把我头发撩开。等一下，你们要把它打开。每天都打开之后有这么大的面积啊！我过海关的时候，我都这样护照，然后他就说是我吗？我一拉开说 OK OK OK， 就你的脸可以进行足球赛，我跟你讲。谢谢大家。哎，你很臭。你有办法救吗 ，Kevin 老师？其实眼睛很漂亮了。嗯。哎，你来给。眼睛很好看呢，眼睛很漂亮。我的本子本来是好的，是你搞砸的。哎呀，我很认真。Kevin 老师，什么东西？耳环。还有耳环哦。耳环也不算耐花。哎，还有那个，这里有耳环是这个吗？我的那个，那是我的。我的那个不是不是。你要什么？镜子啊。啊，在这里啊！夹发，你好讲究啊！还有夹发，好贵州呢，还有发卷，好讲究。你要这么想，所以真的变成冰雪奇缘吗？梳子啊，哇，这夹发真的不错。哎呦，我告诉你啦！我也要戴夹发。我觉得这些姐姐都像恐怖片里面的人。给德州电锯杀人了，是吧？要戴金的假发。Kevin 在帮甜甜补眼妆，有这样就比较立体了。对，嗯，好很多吗？对，就是把刚才一望无际的东西标示。可是我们的时间只够弄一边哦。对对对，就一半嘛。其实一半就不错了，对，落差一半比刚刚好很多。你来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你现在有一种抽象化的感觉。抽象化，我是人类哎。这刚刚只是一个比较。对，很特别吧？现在比较好哎，现在比较特别了，很像文创产品啊。你看看这姐妹脸啊，姐妹一起出镜嘛，姐妹脸有啦。哎呦，是的，哎，这还蛮出嫁可以的吗？哇，还有一颗冰雪七月，很漂亮的，哎呀，好可爱呀。你要唱 Let It Go 吗？来，来，我们唱 Let It Go， Let It Go。走漂亮一点，很帅气。啊，你要跟你的化妆，跟化妆师一起，跟化妆师，对呀对呀，他的很漂亮，有点像反串艺人的感觉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好可怕。用心哦，好精致哦，对啊，加了头发就觉得是没有违和感，真的很漂亮。只是说刘海应该塞进去，对啦对啦，要塞进去，因为我怕等一下他的头发会弄坏掉。所以其实我也还蛮赞赏他帮你做的，我还有更漂亮，还哎呦我的猪猪嘞，没有要再上去了，我的猪猪放下去的话，今天就是我 number one， 下一次我们再麻烦你哦，好，没问题，谢谢你今天的努力。Yeah.